被你们催更很久的全屋插座布局来啦，这十八个地方一个都不能少。 A 客厅篇，一电视背景墙离地30厘米，至少留四个，后期用电视柜完美隐藏起来。二电视柜两侧再各留一个，给扫地机器人、洗地机充电。三沙发背景墙两侧各留一组，离地30，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爽歪歪，其中别忘了预留一个3孔16安的插座，给立式空调专用。四窗帘合理预留电动窗帘插座和监控插座。 B 卧室篇，五主卧床头两侧各留一组，离地75，方便台灯、手机、 iPad 充电，也可以装个侧头投影仪。六床头对面预留电视插座，万一安电视也能做到有备无患。七背景墙上方离地2.4米，预留挂式空调插座，也是3孔16安哦。八客卧榻榻米、书桌上下各预留3-4个插座，我家上面忘了留，真的很不方便。九榻榻米旁边预留加热垫子插座，上方预留手机充电插座。十衣帽间想装感应灯的话，记得提前留线。视频太长了，下期继续说。抖音。